我有对不起的人吗？有啊，我自己啊。就是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人就回归到自己，到底你是谁？哪个才是真正的你？就是你的那根最粗的那个根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只有把这个东西找到并且稳住，你才不会被轻易的被外界所干扰。因为我平时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自己有时候没那么好，比如我累了呀什么的，熬一熬啊，扛一扛啊，但是对自己的，我觉得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。要学会适度的让自己舒服一点。确实，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太关注自己的，真的好像你老关注的都是别人以及别人之外的人，对，以及别人怎么看我们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很难说我自己真的认清我自己，我去看一看，因为太在乎这样的话，自己也不容易自在。你现在自在吗？再往这个方向走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蛮在意别人的眼光的。你也还是会去听和看的吗？会考虑，会考虑到，就是你会平衡很多。行，干点轻松的，得嘞，来。哦，韦小宝，他唱了什么？凉，风有。应该是吧。秋，是那个吗？月无边亏我思娇，这情绪好比度日如年。虽然我不是玉，树林风萧洒替腾，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加强健的臂弯。哇哦，我小时候老看张卫健，小有点花无缺。还有那个啥，少年张三丰，少年张三丰，少年方世玉，方世玉，方世玉。虽然我不是玉，树林风萧洒替腾，但我有广阔的胸襟。赢钱了这个而是怕你这肚子，这我都忘了，这本人记不记得，怕你这肚子什么圆滚滚呀，我忘了，我不记得，看看是这样，还嚷着饿又吃了宵夜，不是怕吃不起，而是怕你这肚子吃得越发圆滚了。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，不过姐姐说的也是，我不能再这么吃了。这里边这个声音老出现，就在整部电视剧当中。哦，对，他有配，还有玉娆。小孩啊，都是他。那有段时间就真的好像每个台都是。啊啥？你那个纯儿是一个正派的角色吗？他是其实，但是大家这几年呢，随着研究的越来越深入，觉得纯儿没有看上去那么正派。怎么？他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啊？他是一个小孩儿，吃货，然后。太单纯，单纯到缺少一些人情世故，然后大家多重的去剖析他，就会觉得其实从这一场看，他是一只老虎，有点心机，就是装单纯啊，实际上真单纯不？真单纯。他一会儿没一会儿就已经死了。他咋死了？被华妃的那个太监给推河里去了。把他再说另外一个不受宠的安陵容面前说皇上那什么肚兜的事儿，什么肚兜？就说皇上中间换了一个肚兜，那个肚兜他换下来那个是安陵容的，完说换上了一个甄嬛秀的肚兜。纯儿说的吗？安陵容你是好人坏人呢？安陵容是坏的，安陵容是可怜的，可怜人。就咱以这个，就他是跟甄嬛作对的。他最开始不作对，后来就作对了，这种粉转黑，狂飙啊！这个我知道，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电视，是吧？哇！电视给我砸啊！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。你真厉害，大嘴。自从在相思河畔遇见你，你看他俩唱那歌，什么恰恰恰？但这个好像不是。我从福客栈。自从在同福客栈见到你，就像暖暖风吹入我心里。还有进阶的啊，真的，来看看。哇哦。
我猴哥。丢丢丢！哎，这个是绝对音感了吧，还是相对音感呢？这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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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应该是 D。噔噔噔噔。妈还在这认真作答呢，是 D 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啊！不行，我给你拍点黑白的。行啊。哎呀，萌啊！你投入一下在音乐里，我很难。那你就开心的笑。行。我要求他笑了。嗯。啊，好美啊！哦，别动，别动！哇，这个眼神，你果然是电影演员哦。啥呢？一个眼神的事儿，我觉得有了耶。你看，可以。好好看，整的我像搁那思考啥似的。哎呀，有点东西啊，好看，好看。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后期。你还能干后期呢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这一天活不少啊。这个是怎么用的呀？就是可以打在墙上。哎，我俩给你拍一个呢。你对上焦，我教你怎么对焦。行。就是你眼要晃瞎了都。你看这个这一个啊，嗯，扳手，就是。比如说我要拍这个包，然后你就调闪这种红的，啊，就说明它焦就在它身上。 okay, OK， 你想要把焦对哪儿就对哪儿。 OK， 你拍黑白还是彩色？黑白。好的，你先别进情绪啊，浪费了这。有了，开始吗？开始了，马上啊。好好看啊。哎呦嚯，你来两张。我看这咋操作呀。就摁，然后那个是调焦点，这个有个把儿的那个，啊，然后当它屏幕出现红底儿，就是焦就对在那个上面。对了光，哎，有了、光偏了。它是大的呢啊，变小了，我怎么上中间？我天，咱俩这费劲，咱俩哇，真好看！相机拍不出我肉眼见到的好看。嘿嘿，哇，好看，真好看！看看，哇哦，我觉得这好看，好看，哦，这个也好看。都做啥呀？哦，想吃面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看这个小土豆，直接炸呀。这个做狼牙土豆。行。咋整啊？现在煮土豆。现在把小土豆全煮熟呗，是吧？嗯。刮皮吧。可以用那个刮刀。这个就不用刮刀了，用筷子就能刮呀。哎呦也行。哎呦，就不用把它大皮刮掉。切下去。哎呦我天，小时候这都是我们路边摊的小吃。这个会通常会在家做吗？不会吧。也会，但是他们的油不一样，所以那个味道我总觉得还是差一点。还是路边摊那些反复用的油好吃，对，自己家干净油没有那香味儿。没那香味儿。然后要把这个小土豆给煮了是吧？嗯。这个小的就带皮吃了。嗯。还有整啥咱们就一起都给它弄弄。还有这个拆几根出来吧，洗一下子。哎，大概要多少呢这个？三根吗？啊，这么少吗？它不是当成一个菜吃。我们把它当调料。那吃烤肠，人家好像也没烤肠了。还有吗？油，厉害不厉害？好几只，够了，四只啊。够了。听说谢霆锋老师出了一个虾肉肠，你管他要一要？上两天我问他好了，我前两天真就在微博直接见着他的。你吃烤肠吧？哦，有。嗯，你吃鸡米花吧？
鸡米花就算了，烤肠可以，烤肠可以。然后哎，可以洗点菜叶子，回头放到面里。行啊，冰箱有香菜啥的。哦，不要香菜，不要香菜，菜叶子。这个我不认识，它是什么菜？哦，这个空心菜。哦，它是长这样的。嗯，哦，这样的，哇，这么多，好空心，这么多，许昕吃东西有什么忌口没？没有。哎呦，这不真热呀，铁子们，你往底下蹲一蹲。你俩咋整啊？我蹲下来。哎，底下，你滚！哎呀，老凉快了，放地上切。哎。你会切蒜不？会呀、啊。切成末吗？对。哎，咱家有那个。啊、哦，有拉蒜的。啊。有吗？哎呦，太好了。哦，没了，那就是吕媛姐自己带来的。来吧，我来。你就这样拍拍完以后。没问题。那我可以炸辣椒嘞。这是从老家带来的辣椒，对，我爸给我寄的。哇，这个是属于那种路边摊小吃随便蘸，但这个辣椒就是很正宗的做那个的，它香但又不辣。哦，这个好了，这有点装不下这小碗。出来，下一步呢？用过凉水不？这土豆？其实不用。行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闻闻，呛，呛，很辣。哎呦，真香！一会儿先慢慢放。嗯，煮面，最后煮啊，一会儿啊，对，炸土豆嘛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那我们要放油哎。嗯。哦，可以两个一起干，两个土豆一起炸。那这个拿来做狼牙土豆。这个拿来炸土豆坨坨，拿来土豆不用炸吗？要，但是它要调料直接在里头，离远点。嘿，没事，我不怕崩，我可以放。真的吗？嗯，现在放吧，这里有。放吧。但这里有水呀、啊。放啊，你这咱家土豆里也有水。先把火关小一点。你指定得崩，必崩无疑。拿那个厨房纸擦一下，先擦一遍，先擦一下吧。最小的火。那我把这个土豆也水先瞪出去了。哦、对对对对对，没事。试试。要不全是水吗？那不得崩死吗？你给我，你给我。别别别别别，我试一个。我给你，你试一个，你一个，那肯定那什么呀？那你全道理啊。对，我现在是小的。它不够热呀、啊，现在。我特意把它调小了，我怕。小心啊！控点，控一控。我来喽，我来喽，来喽来喽，远点儿。你看他真贱呢。那我来吧。没事。那坨土豆交给你。完美。哎呦我天！哎呦我天！先炸至金黄，完了再开大火复炸，炸至酥脆。哎呦哎呦，妈呀，烫死我了！你得感受那个烫，其实没有那么烫，你越躲吧，它越烫。你看，我也绷着了。完了就感受它，你就感受它。哎，那生理感受呢？一个感受，啊？伸进去感受呢？伸进去感受就是有点没必要，那是地狱，我那个是。我看看，初见雏形了。我看看那个硬度。它应该可以了。完了呢？完了呢，我就要开始加料了，加点醋。哦，有孜然呢，好棒，好香，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加折耳根，我来喽。哇，你看我放的多，它其实不辣。拿破转了就可以吃了，拿个盘儿呗。先不钻进去了，我怕它凉了。行了，先放进去。差不多了，这个不能再馋了。可以了哈，行，那就把爱盛出来了。煮面呗，煮面。
姜蒜。哦，然后是把面直接就放到这个里啊？啊。哦。拌面是吧？哇。盐、生抽、醋、辣椒。哇，灵魂。哇哦。好，特别老香。香油可以来一点点。差不多了吧？下一个。换吧。哇哦，香啊！行，这么软了，我觉得可以。到了啊！嘿，走你！哦，半制吧，姜汤。半呢？哦，点碗吧，是不？到这环节了。是的。这些都是在路边摊会吃到的，这两个，嗯，在老家吃。